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 Hi, 我系 Toys TV 嘅 Brian Low， 今次同大家讲嘅系《玩具启示录》，应该第六集啦。但咧，其实都系讲同一个题目，就系如何处理我们身后的玩具吓。咁啊 ，Part Two 噶啦。咁上次講咗件事出嚟啦，咁開始有好多聲，都幾多討論啊，多謝曬先。咁好多好有建設性嘅意見啊，或者有啲反思啊，諸如此類。無論點都好咧，我覺得希望呢啲片咧，除咗帶俾大家少少娛樂啊，或者輕鬆下，都係帶俾自己一啲，可以諗下啲嘢。當然唔係啲好複雜或壓力嘅事，可能真係就係咁簡單處理翻我哋自己儲嘅玩具。因為咧，我哋身後之後點咧，其實真係要諗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方法好多種嗱，我希望呢一 part 咧就已經即刻植入就係。有啲咩提唔係我建議，即我知道嘅，聽翻嚟嘅嗰種嘅方法，咁大家等大家參考一下。咁我記得有個留言咧就話：，唔好俾二手玩具。嗱，呢次正正就係即刻就入肉地即刻講點樣處理。其實咧，俾二手玩具店咧係其中一個可行嘅方式嚟嘅。但係我想講，你揾咩人幫你手啊？你自己點樣處理啊？甚至話留翻身後之後，家人幫你處理好，作為遺產啊，作為捐獻啊，都唔緊要。最緊要去 match 翻你嘅意願，即係舉個例，你係一個投資者嚟嘅，你覺得呢個玩具咧係有值錢嘅，你身後之後咧可以提供俾屋企人一個價值嘅，咁嘅話咧你就諗定方法。舉個例啦，如果你嗰啲諗住係留俾屋企人係即係可以變賣咗去嘅，咁你一定要有好個 library system， 即係如果你自己都唔編好曬，人哋唔知道你啲嘢邊啲嘢係咩名啊、點啊、有幾多件啊、值唔值錢啊，其實完全冇 idea 咧。就幾難搞嘅，咁最後尾變咗你就揾你個親人咧，就去揾一啲即係叫做稍為專業啲嘅人咧幫佢手，咁變咗人哋又要有成本噶嘛，咁要收錢啦，又或者就可能未必係一個到時係你諗住嗰個價值嘅，咁所以咧去變賣嗰人咧無論係親人好，或者你揾二手店都好咧，其實本身就要夠專業嘅，如果唔係咧，佢達唔到你嘅要求，所以如果係一個作為投資嘅方案嘅話咧，咁你自己一定要。有一個好好嘅 library system 啦，準備好曬，即係有清單啦，或者大概嘅價錢係點啦，起碼最低限度你入貨價係幾錢啦，俾人參考下哦，你入貨嗰陣呢個價，到時賣出嚟係能夠賺到幾多錢，或者甚至賺唔到幾多錢，或者蝕少少，咁起碼有個 idea 啊嘛。如果唔係咧，咁你作為投資者係點算咧？係咪即係等於你買股票，咁你冇理由唔知自己股票行入邊有幾多股份啊？買咩產品啊？買幾多錢啊？咁嘅話咧就唔係好負責任噶啦。好，你要做翻相對嘅就係令到你身後之後有人幫你處理。當然你未身後，即係話喺你生前處理亦都得。咁咧，咁你就要慢慢將佢逐啲放咯。因為既然你覺得有價值嘅話，你想賺一個適恰當嘅錢或者回報嘅，咁你都係要做翻個 library system 嘅。即係無論係你自己本人去賣，或者假手於人去人哋幫你賣，其實你都要有個好好嘅條理。講開你投資派咧，講啲我自己少少經驗實際啲嘅做法啦。其實真係好似做玩具鋪咁㗎啦。點樣呢？除咗你話買入貨個價值啦、產品嘅名稱啦、其實係產生年期都要寫埋嚇。跟住仲有就係呢件貨品係咪限量啊？係咪好珍貴啊？或者即係佢 total 嘅係啦，生產數係幾多？咁呢個就會幫到你。處理嘅朋友或者到第日你嘅自己，因為幾十年可能你都老啦，咁記性唔好，我睇翻哦，原來件嘢當年50件，佢就仲要唔知邊個大師簽個名，咁啊等你自己去參考，甚至呢啲資料咧，亦都第日你去放出嚟二手市場咧，甚至你捐都好啦，俾人哋有一個多啲嘅數據同埋資訊，可以憑據就係呢個產品嘅價值喺邊，咁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值得嘅嚇。咁啊，好似好老生常談，但係如果你冇做呢幾 step 咧，我諗你都幾難將你啲咁多收藏品有效地叫做唔好亂咁賣，可以賣翻出二手市場。如果你唔做呢個 step 咧，到時你真係會一定後悔嘅。其實嚇，呢個老生常談。因為我試過清理我自己啲舊嘅收藏品咧，你著樣搞咧，你盞搞真係倒不如最有效的方式賣咗佢。而且嗰時咧，好多產品講真嘅，過咗三五七年咧，其實已經唔會升值㗎啦。100件產品裏面咧，我個人經驗啊，99件產品咧係唔會有升值嘅，係唔會有價值嘅。有時短暫升值係咪真係供不應求？三五七年之後，個熱潮過咗，個產品嘅質量可能出現問題，其實唔會有人買嘅。剩翻嗰1% 咧，嗰啲係啲好有價值啦，保存嘅價值好好啦，或者佢保存得好好啦，
就算當時已經變成古董了三四十年之後，即一定是我們不在那裡的時候才可以做到一個價值，那那些是值錢的。所以坦白說，講這個今一集投資價值來說，其實趁早脫手是最明智的，我認為有系統、有資料性、有曬充足準備，這個是明智的。如果不是呢，你幾難能夠在一個叫做合理的成本之下呢賣走，因為你除了要令到件產品賣得走合理成本呢，你要很多功夫的。如果你之前不準備呢，後尾所做的功夫呢是很大的，你發覺是遠不抵償到你付出的時間和心力的。咁到時呢你覺得哎呀又蝕咗，或者我買都打個和，咁我哋啲時間呢，你啲心機呢，嗰啲完全收唔返㗎喎。咁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價值投資者嘅話呢，我覺得你一定要做啲嘢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唔好將自己歸納為你中呢、這個真係好老實地俾一個中谷大家。如果係玩樂派嘅，留返下一集同大家分享玩樂派又點樣睇處理我哋自己收藏品，係一個叫做即係又合乎我哋嘅自己原則、人生價值觀，又唔會搞到人，又唔會覺得嘅期望差嘅一種方式，好唔好啊？今集咧同你講大家嚇，咁呢一 part 咧我相信好值得大家一齊分享下俾啲意見。好，拜拜。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 I'm Brian.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. Toys TV. The sun is going down and now